大甲溪龙安段疏浚成果说明。说明内容：工程内容概要、施工顺序、洗车台施工、便道施工、分区疏浚、疏浚作业情形、结语。工程概要：工程主办机关经济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。工程名称：大甲溪龙安段疏浚工程监工土石采收分离作业计划，支出一疏浚工程。设计单位：经济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。承包厂商：昌宏营造有限公司。契约金额：新台币2277万元整。契约编号：98水三管契字第28号。开工日期：98年6月26日。竣工日期：99年3月2日。工程地点：东势镇龙安段和平乡古关段。工程内容：一、龙安段古关段疏浚工程；二、河道整理3600公尺；三、洗车台设备3套；四、装件埋设备；五、杂项工程。施工顺序：一、洗车台及洗车设备施工；二、便道路底及 AC 施工；三、运输便道洒水维护；四、疏浚工程施工；五、出货地磅重量调整。洗车台钢筋进场。洗车台 PC 打底。洗车台钢筋取样试验。空车由公路进入洗车台。重车经洗车台洗清后上公路。洗车台施工中。洗车台完成。洗车台洗车作业中。洗车台洗车及洒水。地磅附近工区洒水。砂石便道路底施工。碎石集配路底施工。AC 铺设施工。AC 取样送验。AC 铺设施工。AC 铺设完成图片。龙安段疏浚施工中。
龙安段疏浚完成。堵明桥上游疏浚施工中，堵明桥上游疏浚完成，古关桥上游疏浚施工前，古关桥上游疏浚施工中，古关桥上游疏浚施工完成。古关桥下游疏浚施工前，古关桥下游疏浚施工中，古关桥下游疏浚施工完成。砂石车地磅出货时重量调整，配合各次疏浚成效以颜色标示，红色93年七月疏浚高程，黄色95年一月疏浚高程，蓝色97年三月疏浚高程，绿色98年十月疏浚高程。大甲溪龙安段疏浚工程监工土石采收分离作业河道疏浚及供应砂石，较预定计划提早2个多月完成，除增加国库净收入外，同时节省缩短施工期间各项行政支出，并提拨收入金额约30%的经费回馈地方等等，其疏浚成效有目共睹。